为什么没有带戒指？我洗澡的时候拿掉啦。那就好，我以为你后悔了。为什么没什么都不跟我讲？我跟你讲什么？你还记得我们上次一起笑是什么时候吗？那你跟青爱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人啊。在一起只是一直证明彼此真的不是合对方而已啊。听说你要结婚了，哥，你醒醒吧！我的人生为什么要浪费在这些垃圾上？我晚点会递出辞呈。李青爱，对不起，我还没准备好。 能不能跟你结婚了？Oh lonely，寂寞你好，只有你不离不弃。Oh lonely，在你面前不用装年轻。 开心只是嘴硬，这就是 lonely， 未来继续来但过去却过不去，天下无敌，有心无力，现实永远那么现实。 电视啊，今天才到，那网络也有。可是这个位置，我还是要调一下。Sorry， 坐，你坐。你就坐嘛。姐，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大声。 我倒杯饮料给你，好不好？等一下啊，醒歪吧，啊？哎，对，你看，这桌子不是你最喜欢的吗？还有那个，我们挑了很久的沙发，对不对？哦，还有。 我不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带我妈还有宝贝来看。哎，你看这个，这柜子，我知道你喜欢简单的嘛，对不对 ？simple 一点，白色的。丽阳，我妈不知道我出来那么久。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先回家好不好？可是我今天带你来就想做菜给你吃啊。真的没关系啦，我要回去了，不然我怕她会担心。啊！可以让我再为你煮一次饭吗？ 你为我做的够多了，我可以做的更多。丽阳，我这样对你，你生气了对不对？你这么爱你，为什么要生气？ 我觉得哦，今天你丽阳哥跟你姐都怪怪的。有吗？不是啦，你就没有看到今天他们两个，你姐站这里，丽阳站坐在这边，然后两个这样，那个他们两个之间就有一点点那个那种微妙的连续剧里面是怎么讲那个。
尴尬，很尴尬的感觉。哎呦，看太多了。啊，还是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现在怎么样好了。哎，其实跟立阳哥在一起很安全，不要吵他们了。你要去哪？厕所。哦，在那里，转弯就是。金爱。金爱，没事吧？我没事啊。哦，忘了跟你说，那个免治马桶的电源要开啊。啊。你在干嘛？我出去了。怎么了？没有，我出去了。傻逼。妈，你知道螃蟹跟南瓜是不能一起煮吗？吃了会中毒。其实爱情也是一样。两个不一样的人要在一起，一定要同行。只要其中一个人的心不在，另外一个人怎么努力配合都没有用，对吧？李阳，真的太晚了，我可以回家吗？你可以多陪陪我吗？在紧张什么？你怕我？OK， 人果然是善变的动物啊。爱上一个人就会包容接受对方的一切，一旦不爱了，你就剩下厌烦，甚至害怕。是我妈。哎，你怎么不接啊？你还说你不怕？你刚才打电话给阿姨？没有。你叫她来接你。既然我们在一起四年，有什么好怕的？我是周丽阳，有什么好怕的吗？你说。你最好保持安静。不要让阿姨担心。喂，阿姨。啊。啊，那青爱有在你旁边吗？怎么了？没有啦，就那个，因为刚宝贝哈有收到一个
他姐传给他的简讯，上面写什么来找我？啊，是要去哪里找他啦？他大概跟朋友出去了，应该很快就回家了。好，没事。你传简讯给阿姨。真的以为我想爱你？真没想到你会这样看我，不是很好吗？啊，不是很好吗？所以一点都不了解我吗？你还怕我？有什么好怕的？你怕什么？你怕什么？啊？你要谈对不对？来，你要谈是不是？过来。看到你看，我都是为你准备，不然我等我们结婚，最后一个房间该多好。可是不是嘛？你看，你怎么找到的？对呀，我在你房间地上找到的。根本不在乎吗？你不爱我吗？对，我有你家的钥匙可以开你的家门，但是我开不了你的心门。我太失败，我太失败了。李阳，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不要怎么样？你知道你有多自私吗？你说你不想受伤，所以跟我在一起，根本没有爱我嘛。我有爱过你，有吗？怎样？然后呢？然后呢？然后那个死蛋还出现了吗？你就发现自己忘不了他，对不对？所以我是个什么？我是个备胎嘛？不是，跟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以为我瞎了？你以为我看不到吗？自从他出现了，你每天失魂落魄说你想跟他告别。你是个骗子，你知道吗？你是个骗子，你知道吗？啊！你告诉我哪里比不上他？啊！我那么可有可无吗？你说！哎，讲真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当妈妈？没有认真想过哎。是哦，我超想要有小孩。想到我恨不得自己生一个那种想，我子宫可以借你哦。认真，价钱好谈呢。好啦，我们两个是认识那么久的同学嘛，对不对？我半买半送。送什么东西了？哎呦，你不觉得其实我们两个还蛮配的吗？你这样一说，好像是哎。喂。喂，大发姐。啊？我姐不见了。啊？我姐有跟你在一起吗？亲爱，怎么了？你爸知不知道我得奖了？知道。喂，干嘛？喂，戴涵，戴涵你在哪啦？李青爱不见了啦！青爱不见，
是我的问题，跟他没有关系。丽雅真的是因为我不敢想未来，我不够勇敢。其实那阵子我连自己是谁我都搞不清楚了，所以我要怎么结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以为你跟我一样清楚。我那么努力经营我们的关系，我以为你懂，我以为你愿意跟我一起经营。可是我现在发现，我完全不了解你。只有这么努力算什么？都是因为戴爱安，亲爱，你要知道，一个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的人，永远不会幸福的。我去做菜，待会留下来。请问太早。不急了，我们先进去。可是 Viva 还没来。我们先进去啊， Viva 来了，他晚一点再进来嘛。然后我要等 Viva 来。我们先进去啊。不要啊，我要等 Viva 来了才叫进去。他又不是你爸，干嘛什么都要等他、啊？走， Viva 就是爸爸，我要等 Viva 来啊。怎么样？还是联络不上，可惜我们进不去。哎，戴安，你要干嘛啦？你要干嘛啦？哎，沈仁志，你扶我一下啦。小心点。哎呦喂！李金爱，有吗？有吗？里面李金爱，灯是亮的。小心点啦！哎呀，可是灯是亮的，里面看起来到底有没有人在里面呢？这不好啦。门打不开吗？走开！戴安，你要干嘛啦？戴安，不要走了。李金爱，李金爱，金爱，我正好向楼道，我去看看。先压着。喂，宝贝。哦，早上我有问过丽阳哥家的警卫，他说他们早就出门了，还是你要绕去看看？对，我们上次有去看丽阳哥的一间新的房子，他是在新店区公所后面有一栋。好，我们待会去那边试试哦。好，我们去找新店区公所。
我们回来喽。看，爸爸煮菜煮好给我们了。你刚不是要做跷跷板？回来了。来，哎，给爸爸吃，给爸爸吃，有没有？给我吧，我呢？哎，累了吧今天？你看他了。你在干嘛？回家啊！啊，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吗？阿姨，他在新房子这里，他没事。在新房子那里啊？哎呦，丽阳，你们两个到底搞什么啊？啊？阿姨，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担心。你还知道？还好你打电话来，我担心死了。没事就好啦。阿姨，对不起，我跟青儿不结婚了。啊？谢谢你这几年一直把我当儿子一样照顾，我以后没办法去看你了。那如果你想吃鱼的话，就请菜市场老板先把它杀好，再带回家。我以后没办法帮你杀鱼，那居士长记得要退车哈，不要提太重，对脊椎不好。丽阳，你在讲什么啊？阿姨，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要健康。大发知道了，下次趁热把东西吃完再工作，小心烫。想再待一下，还是想回家？Bye.
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去睡？嗯，我饿。那我先去烫衣服啊。妈。啊？你叫我吗？要干嘛？对不起。对不起什么？我让你担心了。担心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是不是也让你失望？失望什么？你对我的要求不多，也只有结婚这件事。可是我却做不到。哎呦，不结婚又不会怎样，很好啊。反正现在不结婚的人那么多，大家都过得自由自在，生活得很幸福，很多。结婚好，不结婚好。许胜仁，你真的很贴心耶，你。哎，还好啦，因为跟你一起吃早餐很开心啊，我很喜欢你。哎，你看我。你该不会是要跟我表白吧？表白像是圣人会做的事情吗？那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你觉得有爱无性的关系怎么样？有爱无性？你有爱我？朋友的有啦。那我对每个人都是有爱无性啊。你不是说你要把你子宫借我？搞了半天，你根本还在打我子宫的算盘嘛？讲清楚啊你！重点是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啦，让我好好照顾你的子宫。你在等 B 爸的电话吗？怎么剩那么多？我不喜欢吃炒羊菇。不喜欢吃也好吃，不可以浪费。伊爸说不喜欢就可以不吃。我是你妈，我叫你吃你就要吃。嗯。可是伊爸说不喜欢。他不是你爸啦，不要什么都逼爸逼爸的。亲爱的顾客，这一刻来得太快了。这些年，我一直用料理在跟这个世界对话。现在要暂时放下一切，好好跟自己对话了。在这个空间，我曾经创造了一些味道，也希望这些味道能永远留在大家心中。伤心不是因为爱结束了，而是因为当一切结束了，爱依旧还在。那小姐，这个月管理费要麻烦一下。我还没缴吗？对，还没。这个月管理费现在是几号？今天五号。
谢谢你哦，不好意思，谢谢谢谢。哦，琪琪 ，sorry， 密码刚刚跟保全叔叔讲话。好了，赶快赶快，迟到了。哎，你们班那个什么伟涵哦，他不是感冒吗？感冒有好一点吗？妮娜，嗯，干嘛？那个刚刚 B 爸打来叫我们马上去他家。刚刚？就你和警卫叔叔讲话的时候啊。那他说什么？没有，他叫你快一点，他在家里等我们。那个妮娜，嗯，我可以和你一起回家去找他吗？当然不行啊，你要上学，学校就在那边，不行，我先送你去学校。咪咪，拜拜。等一下。你 B 爸真的有打来吗？妮妈，我要去教室了，我要迟到了。不行，因为我生气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说谎，手机根本没有通话记录，你为什么要说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最讨厌人家说谎了吗？嗯。因为你早上一直看着手机发呆，妮妈，你不要讨厌我。妮玛不是讨厌你，我不会讨厌你的。可是我生气你骗我，我不喜欢人家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嗯，你想你弟吧。嗯，他会不会像上次一样不见？这几年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我从梦中醒来，终于发现自己从来不属于那里。来啦，我知道你很难过啊，但我真的希望你可以重新站起来。虽然不是为了我，但还有很多爱你的人关心你啊，你应该为了他们站起来吧。起来啦，嗯，去开门啦。起来啦！爸，宝贝有打电话给我了。宝贝跟你说什么啦？其实他也没说什么，只是我还是很担心呐。对不起啊，让你担心。到底是怎么了？我决定不结婚了。哦。嗯。爸，我倒水给你喝。哦。王母。哎，我太太，亲爱的，时间定了没有？啊！上次你不是叫我帮你介绍弯脸的，我跟你问到了耶。哦，这样看你什么时间，我帮你约，这样哦比较好上妆。啊，侯太太，你真的很贴心呢。我有需要我再跟你讲啦。哦，哎，不好意思呢，侯太太，我那个鸡汤在炉子上滚着，我先去忙。哦，好，我有需要再跟你说。哎，记得跟我讲哦。喂，我有需要再跟你讲。恭喜你呢，要嫁女儿了。哎，谢谢哈，再见。好。我原本啊，还以为是因为我跟你讲了什么才去影响到你的。爸。嗯。你跟我讲的那些，哎，什么啊？哎，你来干嘛啊？啊？你又来跟千爱讲什么啊？李玉树，你不要那么过分好不好？你不要这个家就算了，可是。你跑来这里乱什么呢？妈，不是这样。亲爱出事了，你知道吗？
我就是因为知道。你当然不会知道啊。反正这里不是你家了，你可不可以让我们亲近一下？你走好不好？你走啦！啊，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来的。那我走了。妈，你反应干嘛那么大啦？你干嘛让他进来啊？啊？他也有缴房贷啊，而且你们又还没有离婚。哎，所以你现在是站在他那边就对了，是不是？你在说什么啦？你知不知道这阵子我都在担心你，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有受到什么伤害哦，啊？然后现在我还要烦恼说，哎呦，我要怎么跟那些亲朋好友交代，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哎，你知道吗？你那个姑妈最喜欢讲我们家的事，我们的事情关他们什么事嘛？啊，你可以不用管你自己，我们大人的面子都不用管就对了啦。那我不结婚又怎么样了嘞？你们两个一大早在吵什么？哪有吵什么？这里是我家，你们如果都不喜欢的话，统统给我搬出去。我好饿。去吃早餐，你今天想吃什么？猪排蛋，那我也吃猪排蛋。大早餐店点好猪排蛋，猪排蛋哦，谁的？哎，我刚打电话订的。哎，好，谢谢啊，谢谢。老板，我要猪排蛋哦。心疼，希望亲爱没事。放心，我知道他一定 OK。为什么？因为他有我们这些朋友在那边撑他。这，哎，你今天真的不请假吗？这样 OK 吗？我也想啊，可是亲爱不在，我们之前那个企划又离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呢。如果我今天再请假，我觉得我们主编应该会杀死你。啊！等我一下，你等不等我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啦，马上回来，等一下。我快迟到了，你要干嘛啦？等一下啦。拿。什么？维他命 C， 鸡精。还有最重要的，医生的，来，今天见到没有要请假，那就好好加油吧，加油，你一定可以的。拜拜，那我去上班啊。嗨，早，今天礼拜二哦。还好你还记得哈，
拜托，我们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是全馆优惠再加码的大日子，我都会守着电脑不让电脑宕机，等客服回报各种状况。倒是这个老大跟社员最近不知道在忙什么，这么重要的时间，怎么说好歹也要整整公司吧？知道啊，不然他们怎样？你最近好像有点，很明显。怎样？很明显的心不在焉啊，今天也是。哪有啊？老实说，我真的有点看不太懂你跟老大的关系。你们又不像是情侣，可是又不像一般的朋友，也没看过你们交往其他的对象啊。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也看不懂你跟你那个网络 baby 是什么关系耶？那你们这样还要多久啊？我跟我们家的 baby 是心灵交流，懂吗？你们没有见过面吗？没有啊。那你怎么会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啊？我干嘛要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啊？我只要知道他 always 在我身边就好了。在你身边，在网络里吧。姐，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走到哪里没有网络？我跟你说，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每个人跟三 C 产品还有网络的关系，都比跟真正的情侣还要来得亲密，懂吗？你看，他就像我的手机一样 ，always 在我身边。好啊，好啊，好，你开心就好。只是我不知道，原来这样也叫谈恋爱。我就是觉得这样就是在谈恋爱。倒是你跟老大，拜托，我才看不懂哎，你们那样叫做在谈恋爱吗？你哦，以后不要只有周二、周四全站优惠加码日才紧盯电脑，每天都要紧盯 ，OK？ 嗯，专心工作，不要只想什么谈恋爱都有的没的啦。谈什么恋爱？谁要谈恋爱？我可是一直都有在谈恋爱的哟。孩子，真的要谈恋爱的话呢，就把对方约出来，好好的跟人家见个面。整天在网络上那边你攻我婆的，像扮家家酒，勇敢一点好吗？你嘞，你有勇敢吗？我没有说我要谈恋爱，而且我告诉你，真的要讲的话，我比你还有你都勇敢。什么勇敢啊？什么啊？什么东西？你在担心戴海安对不对？我才没有。我跟你说，戴海安只是最近出了一点小状况，他没事的。等他想清楚之后，他自己就会自然出现的。OK？ 我没有在担心他，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也不是我男朋友，所以他怎么样不关我的事。OK？ 哎。有些事情啊，一直闷在心里是不会有结果的。为什么不勇敢一点，直接去做呢？不管有或没有，至少都是一个确定的答案嘛。对啊，对啊。哇塞，你们两个今天很闲是不是啊？好啊，我晚上还要跟老总汇报上周的业绩，你们两个把这份资料、库存报表等一下给我。啊，还有，我需要你们有人去帮我接琪琪下课，带她回家。拜托，我真的很怕小孩子，你去接琪琪。我昨天一整晚上没有睡觉了，我今天要准时下班回家补眠。上班睡觉干嘛啦？上班睡觉。这边。哎，我说好好一个生活组，搞完剩你一个人，又打混摸鱼怎样？没有摸鱼的，我就昨天晚上没有睡啊。没有睡哦，哦哦，我以为你单身哎。谁说一定要有另外一半的生活才会累的、啊？ Okay. 我的日子也很多才多姿的、啊。好的好的，那想不想？
更多彩多姿一点啊。哇，主编，其实越看你这样子，你还好像真的是一个暖男。啊，好说好说，但你可以当个暖女，你知道吗？啊？帮这个写业配，就这样。可是我是做后制剪接的。这里还有别人，哎呦，只有你一个人啊！哎，陈大爸，你一个人可以做三件事情，很有才华哎。好，就这样子哦。我跟你讲，是厂商找了很久找到的，好好写，好吗？你可以试用，很好用啊。你一个人可以做三件事。那我一个人可以领三份薪水吗？妈，办不到。你还好吧？我现在只想放空，你不要跟我说话，而且你说任何话都影响不了我。等一下，大发来电。喂，喂，李晴儿，我快被那个猪头主编弄疯了啦！我们去逛街好不好？我回家洗个澡，换个衣服，我们老地方见哦。好啊，嗯，拜。我没有空陪你玩，我要去逛街了。那我要干嘛？亲爱，心情好一点吗？你看，妈，我肚子有点饿，中午要吃什么？你自己弄泡面吃啦。哦。妈，你今天要煮晚餐吗？我不煮啦，你们都嫌我煮的难吃，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我出来觅食，你在干嘛？我在定位，明天要跟家人吃火锅。干嘛啦？欢迎光临。哎，这么慢啊！哎，琪琪，你自己先逛一下，我去看一下东西啊。琪琪，阿姨，你叫我啊？嗯。你叫我阿姨？那你叫她什么？琪琪。有什么要问的？怎么了？这个是不是累了就可以吃的？累了就不可爱咯。你要买给谁的、啊？我要买给 B 爸的。B 跟他爸爸？嗯，爸爸的 freestyle 吧。他好像身体都很不好，都不开心。哦，你好乖哦，那你买给他，这样他就会可爱了。嗯，琪琪，快点，你妈妈打电话来问我们在哪里。等一下，我要买这个。你买在干嘛？他刚刚说他要买给他 B 爸的。对了，我家的也没了，结账吧。拜拜，弟弟。拜拜。我是姐姐。好，你不要强迫他。不是啊，如果让你妈妈知道我带你来这边的话，她会杀死我哎。我有钱可以买两罐。
我会拿去给 B 爸，他也会帮我送给咪妈。好啦，你收起来了，我帮你买啦。可是你答应我，你真的不可以让你妈妈知道是我带你来的哦。嗯。累了就不可爱了，快渴死了啊！哎，我们好久都没有这样逛街了，我快累死了。嗯，老了。但我爽。哎，以前连高跟鞋那么高都可以，现在一点点，好酸哦。啊，下次逛街我要穿球鞋。干嘛盯着我看？欣赏，要仔仔细细看你啊，看你现在到底怎样？什么怎样？看你到底是身心恢复了，还是还在那边郁郁寡欢？虽然我今天也是身心受创，但我相信一个道理，那就是花钱就能够释怀。你看你现在精气神多好。是不是？你现在有点过分哦，你在看我的痘痘，对不对？陈大发，有你这个朋友真的超好的。虽然我单身，但是你给我另一种幸福。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个像你这样的朋友。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牵手转圈圈？你以为我们是少女哦、喔？拜托，快点，我们的家是少女，快点，小心小心，我们把高跟鞋脱掉，快小心，我们现在想转圈圈，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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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耶耶，我爱。你一个人跟我儿子在家，我儿子会生病危险，我就赶快回来。哪有那么夸张？我跟你讲，我今天帮他买两支笔。两支笔。嗯。哥。嗯，小燕姐姐超酷的。你们两个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没有。你晚餐吃什么？我想吃青菜。有没有偷吃炸鸡？没有。冰棒？没有。零食？没有。好吧，那今天辛苦你了，谢谢，可以先退下了。嘘，走了。刚刚说什么？小燕姐姐，拜拜。拜拜。拜，走了，见了。功课写完没？咪妈，你要不要先去洗澡？等你洗完澡，我就写完了。哦，好啊，今天好累哦，赶快写啊！写完没？起，起，起！周子琪，你为什么又自己跑出去啊？我不是跟你讲过永远永远不可以自己跑出来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是答应过我了吗？你再答应一次，不可以自己这样跑出来，听到了没有？这什么？我珊妮姐姐带你去买的。你们买这个干嘛？是我送给 B 爸的。为什么？咪妈，你是不是和 B 爸吵架了？
没有啊。那他为什么又不见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碧宝很忙，忙完就会回来啦。你骗人。为什么说我骗人？一定是跟碧宝吵架，碧宝才会不见，才会不理我。我想把这个拿给碧宝，让他送给你。碧宝说先道歉是因为在乎，才可以早点和好，不吵架。维他命，吃了这个就会变可爱。你是说我最近很不可爱哦？嘻嘻嘻嘻。尼玛，那你觉得 Biba 到底去哪里了？上次约要看电影，但他是没有来。Biba 以前不会这样子。姐，妈，你们饿的话，这里有些面包、蛋糕，还有饮料，冰箱里还有一些其他直接微波的食物。赌气也不要饿肚子，不然期待一下明天，我有准备特别的惊喜哦。你干嘛来啊？不是你找我吗？我？好啦，我先恭喜你过了这一关，但你不要忘了哦。我才是你心中的大魔王哦！我来去自如，无拘无束，你要好好想办法打败我。好好想一想啊！你现在快点坐。你做火锅？对啊。哎，你这杏鲍菇没有切到，怎么咬啊？煮烂就可以咬了啦。那这大白菜呢？啊，你整颗放吗？你先不要管啦。为什么要吃火锅？我跟你们讲哦，我有上网查，网络上说呢，火锅是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就团圆的意思嘛。哎，反正吃就对嘛，这么多问题干嘛？
姐，不用检查了，你们两个当年教我的我都还记得。寻味棒的塑胶套要拆掉。那金针菇？金针菇的屁股不能吃，我已经切掉了。你那时候不是年纪很小吗？你还记得哦？当然，哎，想当年你们两个真的是很可怕哎，家里都跟太平间一样。你在乱讲什么东西啊？我讲的是真的好不好？你们那时候不是吵架，就是关在房间，每天都这样子。哎，我一个人每天都坐在沙发上啊，我还记得，我就是坐在那里。记得超清楚。汉杰最近心情都很不好，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姐姐怎么了？不知道，我猜她失恋了吧。妈最近也怪怪的。宝贝，爸爸最近可能都不能回去了。啊，你已经快长大了，你可不可以代替爸爸照顾妈妈跟姐姐？怎么照顾啊？就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吃饭，睡觉。哎，我也不知道。很多事情啊，可能要时间才能证明了。你赶快吃啊，等一下要赶快去上班了。对，宝贝，这包等一下给你带回去。啊，你也一样，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知道？知道。钱收起来，啊，想吃什么就去买。好。对。还有这个，珍妮姐应该会喜欢。有什么事情就要赶快打电话给我，知道吗？知道。赶快吃。好。家人在一起，它就是一种团圆吧。好，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火锅呢，它在你身边，我以为全世界的光都在我们身上。
你笑的声音，我笑的弧度，我们的快乐那么张扬，想要被全世界注意，然后我们才知道，爱上一个人很容易，但要从心里拿走一个人，有多么痛，多么难。缺少什么、啊？你们是几个人要吃啊？三或者四个。爸爸妈妈，你还有弟弟或妹妹？妈妈、姐姐、我，还有我希望爸爸可以回来吃。快点出来吃热腾腾的火锅哦！这样整朵怎么吃啊？许胜仁，他好像爱上我了。哈？不是都有小孩了？还是你们不婚生子？亲爱的林心爱，我没有结婚。你答应过他的，你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啊？所以没有男人。